后半拍，你再。这边都不要太用力，这边比较算是比较柔的地方。副歌第二次会一个比较柔的，看来是 B 段吗？ C 段吗？刚是 B， B 吗？ B 到 C， 然后现在跳那个凹错这边，凹错，继续哦，就是再更柔一点，就是让每个音拨过去的时候，不要变成，就虽然说没有错，可是就是没 feel， 是轻轻拨。到六十一小节这边可以照一下，一样是要把那个不是弹完之后就放掉，它不是单音，它一样是一个和弦，要留住那个残响。嗯，就是不这样就没了。嗯，那声音都保持在这边。嗯，这很难。等于就是真会做一连串这个哒哒哒哒。是往下跑的一个旋律线，就是这边会稍微难一点，就是要练那个左手一直往下跑，然后一样就是很容易在这边会忘记要 swing， 一样是那个不是那个。就没了。你这边很容易掉死音的感觉，变成这样子。其实随时都要 hold 住那个声音的感觉，不会掉。